对于相柳来说，我觉得可能花了更长的时间在我这儿。对，因为它还是本体嘛，对吧？然后防风背其实相对会更游刃有余一些啊。对，但是防风背有一点比较不好掌握的，就是它那个分寸感稍微多一点点，就会让别人会觉得可能会有点油啊。对，有点过。然后，相柳呢，是我觉得更多的是要把他冰冷面具下内心的状态，体现出来。对，然后对两个角色我都很喜欢，很喜欢，而且觉得我感觉会很有张力。虽然他在戏里面都是很闷的一个感觉，但是演起来会觉得很有张力，而且能在戏里面。一人分饰两角，虽然是一个人，但是对我来讲是挺过瘾的一件事情。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就是，大概这样吧。是。